今天就是要来玩在我一年前玩过的 Emily Want to Play 艾蜜莉玩闹鬼二。还记得我们玩他的第一代的时候直接被吓到半死啊，然后我们还自己新增了一个难度啊，就是口风琴挑战，就是我们要在不特定的时间含着口风琴玩玩这个游戏啊。可是我应该不会整场都含着，因为它有一些剧情的部分还有规则的部分，尤其是这个口风琴实在太大了，一直含着我嘴巴会酸死啊。那我要先把我口红擦掉，不然等下口风琴上面沾的都是我的口红啊。中键可以放大，然后 F 可以用手电筒，然后 ESC 是暂停吧，然后 Shift 可以奔跑，右键可以也可以互动。OK， 这边一个灯可以开啊，是手电筒。我们拿了什么？好，反正大家都记得 Emily Want to Play 的规则嘛，对不对？就是他每只玩偶都有不同的躲避方式，虽然我都已经忘记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重新体验一遍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Let's go。That was a crazy party. I'm exhausted. 真是个疯狂的派对啊！我累坏了。呜、哦，这柜子都是可以开的，然后地板上有非常多的垃圾啊 ！Oh my god, I'm so sleepy. 我很累啊。哎呦，它的柜子有非常多的食物啊！这个是电箱吗？呜、哦、，can't see anything. 开回来，开回来。That's much better. 没事，不要把那个灯给它关掉啊！我们必须要上楼睡觉。等下这边也太暗了吧！OK， 这边看起来是蛮安全的。我的房间在哪？这是我的房间吗？有床吗 ？I need to go to bed. 哎，是这里吗？Oh my bad. 三点，时钟太吵了，关掉，关掉。OK。嗯，有钥匙哎。There's my car key. 我们拿到了车钥匙。OK 哦，我们现在洗个澡啊！我现在真的超怕，我认真的。The water is kind, girl, but I am use a lot of spot. 我们应该去洗个碗，在我走之前。可是刚楼下太暗啊，我的，哎，我找到手电筒了，水，哎，我刚刚就是调查这个，我们先不要乱按好了，好，我们现在就，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要下去，知道不？
什么妈妈 ？What let he hear？ 什么？让他进是不是？好，我们需要洗个碗。Who is your mom？ 洗个碗啊。买擦，是这个吗？妈妈是这只吗 ？Who is your mom？ 是我啊，你妈不是我啊，不要乱叫啊，我还年轻啊。嗨，开个灯，会有蹦蹦蹦蹦蹦的声音，就是这样。大象腿吗？谁的大象腿啊？踩的那么大力啊？哦，等一下啊，那个，咚，又在妈妈了。好，拿到了。他说一定要洗碗才能走啊，那还是洗一下好了。他是不是来了？啊！好，没事。他这是没有了。干嘛？为什么有人？等一下，谁在挤我了？欸，你很调皮耶。我把灯打开，你就把灯关起来啊。OK, I can leave for work now. 我现在可以去工作，你看起来可以工作吗？现在前面挡了一个魔鬼啊，你跟我讲我可以去工作了。你好，你不会突然吓我对吧？我相信你非常的。等一下，把灯打开。OK, 我没有手电筒了。又是手电筒，妈的，就是你啊！卡 key， 找到了卡 key 啊，非常的迅速啊！别再妈妈啦，不是你爸，好不好？啊，他是不是要来了？走，快走！怎样？喂！哎，这次没有人呢、欸，快走哦！这边有条路可以走哎、欸，哎呦！很多时钟啊！欸，里面有关一个人欸。呼，现在很不幸的停电了，知道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要去开个电商。你好，希望你没有那么坏。欸，好多了，我超强啊！开灯你就给我关灯啊，没礼貌啊！所以我又停电了。是不是该让我们口风琴上场？刚下面时钟很多舞欸。对不起，这次是四啊！别咬我，拜托，别咬我！做噩梦了，嗯哼，洗个碗，I can live for
work now， 我可以去工作了。 I feel like I should look back one more before I leave。 开车开车，你的公司也太 fashion 了吧。Anyone here? I have your sandwich order. Hello? Okay. Okay.没人啊，这是地图。厕所，尿尿。有咖啡可以喝吗？那什么声音？不行，我就要先把门关起来，这样比较有安全感。有那个，那什么 ？Find baby doll from house fire， 这是剧情吧？天哪！这有声音哎！不是啊，我现在没有手电筒啊，我需要手电筒比较安心啊。男厕所。尿尿，那边是锁的、欸，开了，门开了，这干嘛？不是你妈，我不是你妈，我不是你妈，我是你爸。对，拜拜拜拜拜拜，妈的蠢驴啊，小废物，小废物。嗨，摸他摸他，哦好，好懂了，我知道怎么玩了。他前面，走那边。OK， 所以现在就是小丑红色的时候不能动，然后你要去像玩游戏一样去摸他，你知道不？啊，关门啊！啊，紧张啊！这什么东西？OK， 又是满满的剧情啊！